哋喺度呼籲下廣大嘅觀眾睇啊，希望佢哋盡一份力，好啊！希望我哋身為中國人嘅一份子咧，大家應該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多多益時，少少無區，希望集腋成裘。俾大家快打電話嚟捐書。咁我知道你哋兩位咧，唔單止出錢，你哋仲出力添嘅。咁稍後時間咧，會為我哋表演啊。咁所以各位係愛護初捧嘅朋友咧，記住即刻打電話嚟認捐，因為稍後時間咧會為我哋咧表演一個截肢器，係乜嘢嘢啊？截肢器嘅。截肢器。大家快啲打電話嚟支持啦！我哋電話係1872-1872-1888，有100條線嘅。咁我可以再講一個啦，就係呢個今晚咧，大家唔需要當佢係一個娛樂嘅節目。其實我哋係通過呢一種形式，係希望去做一件事，可以救到我哋自己嘅同胞。任何一個中國人，佢哋都應該要盡呢個本分嘅。你哋唔好放棄呢個義務，你哋一定要盡你哋力量，盡量快打電話嚟。我諗大家而家咧亦都好關心啦，其實華東方面嘅情況點㗎？不如睇下最新嘅新聞啦。在花街之上閃閃心光，仲仲紅紅地添噶噃，哟！花殘影，要小心啲向地查。花街有光啊，有彩似是紅蓉和玉燕哦。灯光反照落个艳呀啫，沙洲起落人，红叶系烟丝中，新军风啊，不再受狂风啊落叠花，惊钗光暗残，花枝冷月下，似玉蝉刀挂。你看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钗嘛？喂，原是未得，点解你唔顺口问一问我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？如此不相明何意？好啊，我原是龙啊，世人识作长安下，原自禅宫贵，来半玉。平花开莲风同烛，已是故人来，我便是富阿斯人也，万不料梦中人。住碰来先动，却住曲头何后第一的家。我原是姓李名益，字君如，排号十郎，家居江夏。
受禮啊。哎呀，官子別離龍崗山，萬世孤鴻飯節飯，十春萬難回光明鄉間，彩遍浪陽萬山，落水飛花玉鳥分千萬，秀才還我慘。怎能抱得嫦娥花柳眼？